噔噔，一道顶一道，噔噔噔。这一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虚和音。F。学一下，然后拍子打一打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下次要有空，我会教点 riff， 一段一段 riff 教你们的，这也算一个小 riff。慢一点，还是慢一点。你看，从 C 开始。好的。先把音，我不是有音写给你吗？咪哆拉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有写音给你吗？咪哆拉，你看 C 和弦嘛，看着，咪哆拉，对啊，然后这样，就这样滑下来。这样子，那有劲道，有劲道，但是手指看慢一点，咪哆，对啊，对不对哈？都在C和弦嘛，基本上都是和弦啊。要这样滑起来，这样都在和弦，然后再来就重复一个，等等，啊 F 和弦也是一样，啊滑下来。G 和弦也是一样的，就这样，就是那个都是指型啊，回去练一下子，重点把它抓住。